时光悄然流逝，在弹指一挥间，在晨曦与黄昏间，如指尖流沙，抓也抓不住，年华也在时空中老去。当我们真正明白无常，就不会再张扬。今日华丽风光，明日可能狼藉一场。当我们真正明白无常，就不会再悲伤。今日愁云惨淡，明日可能阳光灿烂。当我们真正明白无常，就不会再计较。得有什么喜，失有什么悲，得失在不停转换中。当我们真正明白无常，一切都会觉得空幻虚妄。正如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在极胜解脱大手印中教导我们，人生难得，死亡无常，轮回痛苦，因果必报，正法现前，断我羞耻，自救救他。只有依佛教解，如法而修，我们才能摆脱无常轮回的痛苦，获得福慧圆满的幸福人生。